妈，这是我妈第一次打我，可是我希望这一巴掌是真的，因为我做了一件该打的事。起身去上学啦，快点吃啊。不是因为我觉得穷很丢脸，不是因为我在学校打架，不该打，是因为我叫他再努力一点做工。其实，他这辈子都在努力了。妈，我可以帮你做事吗？子啊。对不起啊，你不用帮我割树胶啦，专心读书就好。